怎么爬到外面来？要那个，因为这个是最大的白鸽。所以你还在看电视，我赢了。呀，你的输了。是你用脚的哎。可是你跑去看电视了。我知道。你没有认真比赛，没有把它发射在那个战斗擂台上。好，赶快换我，换我发射。等它停下来了。好，看我的。其实我要来打败你啊！我用双头攻击。双井霸头。我。耶！我输了，你输了。好，去哪里？双头攻击。你有看到哪里吗？哎呀，干嘛啦？什么？哎呀！是你刚才把它用停的。可是我的跑去哪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自己要问啊，自己找。开始玩。你有看到刚刚掉到哪里去吗？我不知道哎。这样就少一只陀螺了哦。可是没有看到哎。开始玩。你看你海游的爸爸，所以就这样了。我也有眼睛。所以你说要玩陀螺还是要看电视，只能选一个。你要玩的话就把电视关掉了。不想看。陀螺尖叫而已啊。刚刚这样甩。跑去哪里？我要动不了。太深了，就这样不见了，虫洞。伊敢有介细只？伊迄个？不是，那是积木。去哪里？王瑞坤，你用右眼，因为我右眼看不到，你看有没有在这下面？整个站着、啊、如果这一只勾得到呢？试试看。我这么急眼啊，哎呦、嗯、哦，溜不出来，它卡在里面。来，你把它勾住。办公室那边玩，这边到处一下子跑这里，一下子跑那里。你等我是过来徛，徛掉的。小狗，这个不要先，这个不要先。这个没塞啊。这个不要先。那发射器是另外一个。对啊。结果吴昕一跑去看电视。